赵正平录影中途离场，害制作人掀开天窗。就听到 FD 喊了嘛，啊，来录影啊，53个喊的时候我就要走，制作人说赵哥，赵哥不行，那好吧，下次还你啦，我就忘就走了，就走了。好了，我是不是签了合约的？我赔不起，好了，对，我要赔啊。那你节目还好吗？哦，正常。不是，我只要节目还好，我要安慰那个制作人。说漏嘴了，终于失言了，赵哥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大跟班。